女毒从夜市倒车夺警，碾死女童囚16年定谳。撞到之后都不会后悔吗？她才7岁，撞死一条小生命，这下后悔也来不及。女毒贩丁一金因为和男性毒友刘千辉躲避难检，倒车碾死6岁女童，8日遭判刑定谳。丁一金前年4月无照载着刘千辉行经桃园观光夜市，被警察拦检，由于车上有毒品，刘男在车上紧张大喊：“啊，逃记啊，不要停车啊！”丁一金居然在夜市巷弄高速倒车，撞上在妈妈面摊帮忙收摊的6岁戴姓女童，还继续逃逸，女童当场死亡。丁一金和刘男事后陆续落网。撞死小朋友有没有后悔啊？有没有回忆啊？这下痛哭也没用，法官8日依成年人杀害儿童罪判丁一金16年徒刑。刘千辉14年徒刑，全案定谳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